好，我们今天接着讲人物我的开始啊。舞曲运每天都在这样运转，不停地发生作用。它的幕后呢，只是一套无名系统的缘起运作。你却一直以为是我，一定要满足我、维护我等等。实际上呢，是你看错了，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且是要所消灭的对象，不能把它指为是我或者是我的。所谓的我呢，肯定是有个我相啊，这个我相是一个假象。那么把这个假象当成了我啊，这个凡夫呢制作的这个我相呢，有很多种啊。人切经里讲的这些话呢，真懂了的话呢，就是能够了解轮回的现象是怎么来的，也就知道没有长恒不变、独一的自在的我。无始虚为习气为因，诸有趣中流转不息，如汲水轮。无始以来啊，虚妄的习气作为因，以它的作用力，在三界六趣里面流转不息，六趣就是六道轮回了，以妄识的力量不断变现。力量，我们都学过物理哈，什么叫力呢？力就是作用力啊，力量作用乘以时间等于什么呀？代表你推一个东西。那推的时间的长短呢，产生了什么东西啊？对呀，功嘛，就是做功，功就是能量的单位，是不是？就是做功多少，功能嘛，有功就有能是能量，有能量就有作用，是吧？这个作用呢，作用那个能量会转化成各种现象，能量先转化成光能。就是电磁波，光能呢再转化成物质。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世间万物，都是能量转化出来的、变化出来的。如果是从物理学上、从科学上讲，世间万物都是能量转化的，是不是啊？能量从哪里来的呀？作用就会产生能量，是不是啊？作用乘以距离就等于功能，是吧？用距离来表示呢，也是表示一个过程啊，在这个作用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能量。作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能量产生，一定会显现出相应的相来。光能就是光波了，热能是吧？还有这个动能啊，还有这个核能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的存在形式呢，有非常多。但是都是作用产生的，有了作用就会产生能量，能量就变现出世间万物啊，所以说妄识的力量不断的变现。由于因上不断的妄动缘起，妄动啊，动就要作用了啊，缘起有五花八门的错乱，千差万别的习气。所以果上就变现出各种各样的幻象，这样不停的轮转、妄动的缘故，世上的风云变幻、人生的命运起伏，就在一幕幕里不断的演变。众生的心在六趣里不停的轮转，像水车的轮子一样，以根源上的错乱力量为动力，众生的生命之轮就在不断的流转变化。这里面没有主宰性的我。虽然实相中真人就坐在那里，从没动过，但以迷乱的力量，幻梦会不断的出现。而你就把这里最近的五蕴指为我，把这个五蕴呢和合呢哈，执着为我，还有个我相。如果你能看清楚这一切，知道里面没有人我之后，才有希望看到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啊！那无蕴非我了，那无蕴非我，你就不执着这些我相了啊！无我相，
就开始制作这个法相。他们制作法是实有，那就法相要破掉啊，无法相，法相破了以后，法相也没有了啊，就一切相都要破尽，才能够觉悟了，要离这个真我就不远了。但是还是隔着一重山呢、啊，啊，一切皆空啊，又隔一重山啊，一切法、一切人都空了，还隔着。嗯，还有根本无明还没破，所以说还是隔着，还没有见到真面目。那我们先把这个人无我看破啊，知道里面没有人我。现在要知道以无明为因，业力的运转做机关，由此呢就出现了一切生命的活动，各种生理的、心理上的运行，时时都要想到，这只是因的力量在起作用。啊，因就是种子的力量啊，在这里叫因的力量啊，就是种子的力量，过去的业习种子在起作用，不是里面有个主宰性的我坐在指挥中心拨动开关驾驭着自己的身心，根本没这回事。那我们都体验过是吧，打比方我们以前呢，小时候啊下象棋你没下过，那小时候学会了以后呢，天天玩，后来玩着玩着就上瘾了，不玩了就心里痒，就想找人跟你下棋啊，下起棋来就会兴奋啊，就上瘾了，就是这个业力哈、啊、你越下了他就越老想下，就变成一种业习了。那这个不是我在主宰的是吧，你这个习惯是不是增强了，业习增强了以后是我主宰吗？不是的，你每次下的时候啊都是这个业力在驱动你要去下，不是我主宰要去下的啊，不是我想下，那凡夫都说我也想下是吧，我上瘾了，不是我上瘾了，是你这个业力增强了习气。那凡夫呢就是错觉，他认为是我要下棋，他不知道是这个业力在起作用，业力推动呢就起了这个贪心要下。下的时候呢，前五识特别是眼识还有耳识啊、还有这个意识，主要这个三个是起作用是吧，起作用然后就开始啊思考记忆，主要是这个别境心所在起作用啊。下棋的时候啊，五个别境心所起很大的作用，跟第六意识一起啊下棋，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心所啊，他们都有相应的业力，都有种子，有种子就有业习，那么他们不同的心所呢起不同的作用，都不是我在指挥，都是他们自动的啊，它有相应的种子会驱动啊，环环相扣啊，因为这个心所跟心王啊都是环环相扣的啊，互相影响的，这不是我在指挥，也不是我在驾驭这个身心，没有我啊。具体怎么观呢，经上讲了两个比喻，那懂了之后呢就可以举一反三，一切实处都把握这个原则，明了什么是人无我后，你就可以处处观无我，也就知道一切都只是违法运转。这里说了违法运转啊，违法非我啊，就没有我，但是是法，我们可以先不破法执啊，说是这个法在运转啊，这个法上面啊，没有人我，这个无运呢、啊，承认这个违法啊，法在运转。那各种色身威仪禁止，譬如史诗啊，咒力固行啊，这个史诗啊，用咒啊，尸体可以行走。例如木人因机运动，木人呢用机关啊，也可以运转啊。你看我们现在机器人。是吧，有充上电用电池，哎，机器人会自己运作啊，用这个电脑可以控制机器人做事，那这个现在都实现了啊，这不是木人了，这机器人啊，充上电就行了，这没电就不行了，没电马上就死掉了，就停掉了是吧，只要充电它就可以开始运转了，充电以后那个电脑上的软件设备就可以支配它开始作用。各种色身威仪，比如在餐桌前吃饭，然后下楼开车，到了工作场所之后徒步走上办公室，
在办公桌前开始打字等等，这些呢就叫做设身的位移。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真有个我在那里吃饭、开车、走路吗？其实没有，就像一具史诗，在咒力的驱使下站起来，并且有各种动作运行，就像僵尸电影里的演的那样，一念咒僵尸就起来了，在咒力的驱使下在行走。你不会认为僵尸有我啊，知道这只是念咒的缘起力，使得它能够不断的运行啊。僵尸肯定不会运行的，这肯定是这个驱鬼咒啊，驱动这个僵尸行走。那我们呢，就是那些僵尸，在无名业力的操控下，僵尸开始吃饭，然后开门下车之后呢，进入小车，在业的咒力的控制下，僵尸握着方向盘开车啊，到地方后下车，又以业的力量摆动着手脚往前走，然后坐下来打字等等啊，这都全部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行运里面的心所在指挥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主要是行运和识运在指挥这个肉身的运转。就好比拿起遥控器控制程序，机器就开始运转运行。遥控器里的程序叫做业，过去起心造业的时候，在识田里面就熏下了无数的种子，现在种子成熟了，识田里遍满了各种习气，随着因缘不断的起现。阿赖耶识的遥控器呢，不断的支配着现象的变现啊，显现的这个像叫现象啊，现行这个像现行呢叫显像，变现出来毫不紊乱，这就叫阿赖耶缘起。只是各种因缘在不断的变现出各种假象，里面没有我。当你呢真的确认无我的时候呢，那么呢对一切外在也没有他了，一个众生都没有了，是吧？世界万事万物啊，无我无他，那你就再也不会有恐惧了啊，破除一切恐惧。第二个比喻就是像机器人啊，以机关的操控而不断的运行。比如一个机器人在机关的控制下拿着盘子走过来说，先生请慢用，由内在程序的支配不停地端菜进来，最后机器手挥一挥说再见。这只是遥控器的支配加上集成电路的组合出现的一些像，不要认为那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人在说话，只是机器内部的一套精密程序在支配它的发音，是吧？那机器人也会说话的哈，会发出声音来，它可以说很多的话。现在下棋呢，有电脑可以下棋，一般你还下不过它啊，它已经输入了那些程序以后啊，可以代替人类很多的行为了啊。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说汉语、英语、西班牙语都会。像这样那你要想，这是一个无比精密的阿赖耶识集成电路哈，以一种最妙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控制着一切啊，很精密，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哈非常精密。当然了，说到根源也只是一套无明系统啊，根本是无明啊，无明妄动啊，真实中连无明都找不到啊。但现在不谈这个层面，只观察现象界里面有没有人我。在现象界里面啊，这个相啊，不管任何相你找，这里说到任何相啊，这五蕴里面的任何一个相状能够观察到的相，看有没有我啊，就发现绝对是没有啊，一切都是阿赖耶系统的运行机制，由它而不断的变现。阿赖耶识呢是万法变现的作者啊，阿赖耶识里面呢这所谓的种子呢变现的这个作者呢，但一般人是搞不清楚啊，认为是上帝啊或者不可思议的自然力在造物，其实不是的。
没有什么真主、上帝、主宰等等，一切都是阿赖耶的缘起力在运行啊，一切都不是外面造的啊，就是这个阿赖耶，这个无始以来的如来藏性，如来藏性一念无明就变成阿赖耶识了啊。这里说阿赖耶识是万法变现的作者呢，这也是方便说，其实阿赖耶识也是无自性的，是吧？他怎么做？无自性的东西他就造不出东西了、阿赖耶识本身也是一个妄识啊，它只是一个果。那么真正的变现万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它是有变现的。我们说一切没有自性的东西都是假象啊，我们的自性呢它是无相的，无相就可以无不相了啊，无相，无相它就可以变现万物啊，它就可以创造一切啊。所以六祖讲，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呀，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哈、就是说真如啊，它是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然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随时现，因为它无处不在啊，所以说可以在任何地方变现任何一法啊，随着因缘可以变现，这个不可思议啊，凡夫呢无法理解。阿赖耶识呢就是无明啊，打破这个、无明呢，阿赖耶识就变成大圆净智，是吧？转识成智啊。那个大圆净智其实也是还是一种妙用啊，什么妙观察智啊、平等性智啊、成所作智啊、大圆净智啊，那么这些智呢，这是我们自性的妙用，自性的妙用叫智，自性的妄用叫识啊。你看我们也在用，是吧？我们的六根六识都在起作用，这个颠倒妄用这个叫识，那么是自性的妄用、不是别的妄用，自性的妄用就是识了，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呢，是八个识，这是自性的妄用。因为无明呢就妄动妄用、那么自性的破了无明以后呢，就转成智了，这个识呢就自性的妙用叫智啊，你们要记住了哈，自性的妙用叫智慧啊。所以我们说智就是指这个自性的妙用啊，妙用就是不是颠倒用，是正用啊，正用啊，那就是妙用了。这不是什么上帝，也不是什么真主啊，就是我们自性的妙用，没有断灭啊，超越生死轮回，超越一切生灭的啊。我们这个自性呢超越时空的，所以说无法描述。这个就像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其实不是不动摇啊，你不动怎么变变万物呢？说不动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超越时空的意思啊，它不在时空的范畴，你怎么能描述它动还是不动呢？是吧？说动的时候已经有时间相也有空间相了啊，其实我们当我们说一个物体动，那说明已经有了时间相，是吧？也有了空间相，所以说它超越时空了，所以说没办法说它是动还是不动了啊，不能用动不动来描述。这个自信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你们别想了，不可思议就是叫你别想啊，别打妄想、不是自知啊，也不是识啊，连智慧本身都不识啊。什么叫智都不识？就是我们这个智慧都识不得我们的这个自信，自信不可识啊。对这个道理呢，我们首先要在理上悟透，毫无疑惑。理上一旦通了，就知道一切事相都是这个原理了。现在一定要看到这个身心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幕后老板是谁呢？是谁在支配他呢？这里有没有主宰性呢？有没有常住呢？独一的我呢？你到哪儿去找也找不到。其实呢，整个现象界就是在不断的随缘变现，念念不停，在这变现出的任何一分事物里面都找不到我，因为根本就没有我，当然找不到了。一切事相都是刹那生灭，是吧？原生显现，空无自性，哪里有我呀？
一些有相的东西呢，都是假象，因为它都在生灭变化，当然是假象了。我们应该想通一点，把我一次性的解决掉，以后再也不提这个我字，不要舍不得，以后再不要承认它啊，以后再不要承认这个我字，承认有我哈、啊，把以前写的什么我的日记啊、我的著作啊、我的人生理想全部都撤掉、销毁啊，你还有什么我的人生理想呢？是吧？不允许有我啊。你很多人出家了以后啊，还是在我里面做活计啊，那就可怜了。什么还有我的寺庙、我的徒弟啊，一切啊全部撤掉，以后再不搞这一套了。你要认识到自己过去就被这个我骗惨了，何必搞什么自我呢？盘算着我要如何如何啊，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被这个魔王我给骗了啊，那个假的没有，他不断的在骗你，我们被无明所欺骗啊，无明的不知道了，不知道真相了，其实也没有人骗你，是你自己无明无愚痴，不认识真相，把这个假象当真相了。比如过去你会想，我要用我的意志来创造我的生活，好好的包装展现自我，其实呢，你包装的只是一具被无名咒力驱使的死尸，哪里需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打扮得花枝招展，连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要吸引大众的眼光，这么表现有什么意思呢？那以前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啊镜头啊，哎，很多人还是会啊目光呆痴啊，流的哈喇子。然后就就是会羡慕啊，心生仰慕，然后我们学了以后就不会了啊，看到这样的人呢，就像看到一个愚痴的生命啊，在自我陶醉，终身愚痴嘛，就自恋自爱，自我陶醉，自恋狂啊，这是属于自恋狂，其实就看到就是个神经病是吧，自恋狂不就神经病吗？我们就再也不会去羡慕神经病了，谁会羡慕神经病啊？所以你不要太当真啦，不要把它当成自己，就像不会把机器人当成自己一样。过去最保爱的就是自己这个机器人，认为其他都是我之外的，做任何事，下至每一刹那都在高度的重视自己啊。绝对重视，眼里呢只有那个虚假的机器人物，你只会念念的关注自己，在乎自己啊，这个我不能有一点缺陷，我的丑陋一点不能让别人看到，任何处我都要很光彩，我要成为大众的亮点，凡是好的东西我都必须珍惜等等，总之心心念念都在为我服务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是这个人民啊，凡夫是全心全意为我服务的，是不是啊？没有我的空性智慧，谁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啊？那都是说大话，心一直沾牢在我上面，任何时处都忘不了他，哪怕死了也忘不了啊，在中阴里还是执着我，结果就跟八戒隔离开了，就转世去了，这中阴身啊，这个死了还执着有个我啊，就产生一个中阴身，又去投胎，你今后该超然一些啊，不是超然一些了，绝对超然啊，超然就是超出你这个五蕴叫超然啊，你的心呢不要待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啊，要超出去，你这个觉知啊要超出你的五蕴之外去，看着这个五蕴它的运转啊，这个觉知本身也不是我了，它只是一个觉知力啊，那么觉知本身不是我啊，不要把这个觉知当成我，那这个觉知里面还有法我啊，是有的，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觉知超然出来，看着这个五蕴啊，觉知这个五蕴呢非我，现在就开始转化，把从前那一套全部放下，
真能放下就没有苦啦，也不会继续造轮回的有漏业了，也不会自找苦吃，无数种为我的计较分别都会消失，也不必重生到死一直念这个虚假的我啊。他其实呢本来就没有，你过去的一切都是浪费感情，浪费生命，浪费每天吃的三餐饭啊！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苦因，确实是浪费啊！你浪费是不是浪费感情啊？浪费生命啊？浪费这个粮食啊？是不是？如果你每天在修行，是吧？修智慧，所谓的修智慧就是了解真相，这叫修智慧啊！知道了真相就是有智慧，不知道真相就是没智慧啊！就是、不知道真相就是颠倒执着嘛。嗯，那每天要是我们拿来吃了这个三餐饭以后啊，拿来修行啊，修这个福德呀 啊，修这个智慧呀、啊，哎，这个饭就没有浪费了，这个生命也没有浪费啊，是吧？我们对众生修慈悲心，这个感情也没有浪费啊，是不是啊？你看凡夫就不是这样，凡夫就是颠倒，就是浪费生命，把这个生命都浪费掉了。啊，做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意义啊？因为你做完了没有，最后就受苦啊，有什么意义啊？啊，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苦因呢、啊，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啊，造苦啊，你是造苦，你有什么意义啊？是吧？啊，世间这个生命啊，充满了痛苦啊，就造苦。哎，他不知道苦因从哪里来，还有颠倒。哎，那知道去修行的人真是太有福报了啊，真是天差地别。你看到那些不修行的人，真的觉得他们太可怜了，他们像做梦一样。我们是醒过来的，他在做梦，乱喊乱叫，是吧？喊都喊不醒，是不是啊？你们看过没有？有人在你边上做梦啊，乱喊乱叫，在那点的又恐惧又颠倒，在梦里面醒不过来啊。我们在边上喊也喊不醒他，揍也揍不醒他，啊，拿火烧都烧不醒啊。你把他头剁下来的还不行，还升中阴身又去投胎去了，是不是？你看这个众生这么弄不醒他呀，不醒啊，做梦啊，还以为是真的啊，还觉得有意义。你说这不神经病呢，是吧？就造苦在里面，他不光做梦了，还造业，造苦因，喊不醒啊，打不醒啊，我说呢，烧不醒。哎，众生就是这样，我们是明白了，我们醒了，那他不醒啊，你有什么办法呢？是吧？要让他们醒过来很难啊，要有因缘啊，因为他苦的实在不行了，那个时候啊，太痛苦了。他可能那个时候，他还得有福报，遇到好的因缘，太难了，这个不容易。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反过来怎么做，怎么观想就很清楚了。现在提供给你一个有效的观想法，那就是把自己关成机器人，里面有集成线路，还有后面的遥控器在支配着啊。关成机器人，里面有有遥控器在支配着，这样啊，你做什么事都提醒自己，这是机器人在说话做事，这是如理作义的串习啊。但这个机器呢是肉做的啊，还不是金属做的，所以说这点很难。我们习惯了嘛，一看到这个肉，我们就想的是人啊，这就有我，这个业习呢就太强。机器人呢，一旦它做的跟真的一样，那这个皮肤啊，做的跟人皮一样的话，那个就变不出来了，就以为是真人了。所谓的后台老板就是业力，那驱使着机器身体去上班。你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太在乎，走在街上就跟马路上的一辆车一样，你是两条腿的机器车在走。要做什么呢？都是机器人在做。吃饭的时候餐桌上有很多的美食，你也不要生贪心，
自以为满足，你就想机器人现在要充电了，要涂黄油润滑，要需要能量，还要吃东西，然后呢机器还要把它消化吸收，然后呢充电啊，不光要充电还要加油，还有润滑这个设备啊，好多了哈，你看就像一个车一个机器一个电脑一样，有好多地方要修理的啊，它的软件硬件都需要打理，就像人需要也是一样，人需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打理。然后呢机器人拿筷子夹起各种油料往机器里塞了，要睡觉的时候就想现在把机器人的开关关掉，停止运作，几个小时的静止状态啊，其实也没完全关死啊，一会儿他就做梦了，对吧，偷偷的又启动了。现在我看到电脑他们也是这样，电脑也有睡眠的，没关死啊，在做梦，电脑也可以做梦的啊，是不是啊？通宵达旦的不关电脑，但是它也消耗能量，是吧？可是电脑做梦当然在消耗能量，你怎么知道它不做梦？睡了眠也做梦啊，在里面也在运转。如果别人碰了你甚至扇你耳光，就想这是哪个石头碰到机器上了啊，这是一个机器跟另外一个机器发生碰撞了，就这么想啊。你不要认为你的真元受了侮辱，我无法忍受这种屈辱等等，不要这样想，只不过是一个机器碰到另外一个机器而已。如果给你发奖得到荣耀，那就想这个机器人最近在机器评奖中被鉴定为品质优良，叫着一等品，可能是机器的材料过关或者生产能力比较强，就这么回事。总之从此以后呢，你就把它当成个机器人，时时做机器想。确实是一个机器啊，因为它里面没有自信啊，你看这个肉体打开它，它里面找不到一个我呀，这个肉身呢，假的，这就跟机器有什么区别呢？它也是物质组成的呀。从本质上说，肉体也好，机器也好，都是物质，是吧？都是设法组成的，没有区别。从这个层面上说，确实没有区别。但是人类啊，它有佛性，这就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啊。世间的机器人呢，它能运转的也是因为有佛性啊，没佛性的机器人也不能动，动不了了，是吧？因为一切机器的运转，一切电脑的运转，最终还是要人来操作。如果没有人操作，那机器会运转吗？不可能啊！那里面的软件也是人设计的啊，最后的电也是人充进去的，然后指令也是人发出来的，是吧？就是电脑呢，最终还是人的一种智慧的这一种妙用功用。人类的这个科学发展到今天也是挺了不起的啊，可以造出电脑来，把自己做这个机器想，然后所有的行为是我们心思里面的这个软件的有这个功用啊，软件的指令。那么呢，我们身体的各种心所呢，都有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程序啊，然后呢它就会运转啊，就是我们这个心所就相当于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时运啊，时运跟这个行运呢它是关联在这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心王嘛跟这个心所呢它是不分开啊，心王一动心所都跟着动啊，都在运作啊，都属于心识的活动，这个意识呢它是下指令的。那么身体里的各种那个运作呢，就是行运呢，它就会起作用啊，产生一些作用。那么呢人呢真的是啊，就像一个机器人。一般的机器呢它还达不到那么先进啊，机器呢它设计不出来那种情感啊，没有情感软件。如果再设计一种情感软件在里面，一点那个情感软件它就会流眼泪啊，是吧，流鼻涕啊，是吧，那这个就好玩了哈，那个时候电脑啊也会流眼泪的啊。
那就更像人了。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